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身教。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听说身教重于言教，你整天把小孩叫来告诉他这样告诉那样讲一大堆道理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为什么我敢说没有用？如果有用的话，父母不会气成这个样子。讲几十次的都没用，讲一百次也没用，因为他不听了。如果小孩都很听话，那做父母很容易做吧，他就是不听。那怎么办呢？做给他看。可是你父母不在，你怎么做给他看？所以中国很聪明啊，大家住在一起，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去看看你爸爸妈妈好不好，小孩看在眼里他就知道了，他将来起来就现在看看你好不好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早上要请安，晚上要看他有没有安定下来。这早晚你就要照顾父母嘛，那你讲一百遍不如自己去看看你的父母，他就懂了。